快呀，行不行？你们仨真是各有千秋啊，在后头。来，来这样，我们这样，免。我们这样，音乐停。我们这样，现在道理我们都懂了，但是我们要把过年的那份喜庆带出来，不能赚起来的一个一个都愁眉苦脸，啊，这样不行。那肯定。呀，哎，过年嘛，是吧？哎呀，过年。进。哎，对。来了。起歌。音乐，开吧。年儿啊，过年了，进，我们也蹲了，来了。幅度有点大呀，哎，得稍微 hip hop 起来。哎呦，跳大一点，步伐大一点，是吧？走起来。跟我走，翻过去了。哎呀，过年好，过年好，太喜庆了。老是控制不住自己。睡完了吧，得把炕腾出来。哎，烫死了。我放那一会儿我爹。没事。放着吧，咱们吃饭吧。不是，等会儿看还有洗脸刷牙呢。到几里边你在我身边。哎，好，因为有我他们别人不能不敢哈。啊，不能放肆。好了。不能放肆。保镖。哎呀，看见人了。哎，看见人了。来，东北特产蒸馍，金毛茶蛋花米榨菜火腿烧鸡烤面。哎呦，烤面筋声音挺好的。烤面筋回来吃啊，回来吃。那还有柿子饼。没有。来，东北特产豆泥，东北特产。知道，昨天吃了。哇，这冰糖葫芦。怎么样？好吃。毛蛋敢不敢吃？谁敢照亮一个毛蛋？我来一个。行了，要包饼子。大哥，这毛还在上面呢。毛蛋呢？毛蛋不得有毛吗？没毛就不是毛蛋了。我们是小学同学。啊，你们是小学同学啊？他骗我，不敢骗咱们。你直接嘎头。啥口感？哎呀，脸型都变了，还啊呀？哎呀，啥呀？哥，你这中间没烤熟啊？这是没烤熟吧？还咋吃啊？你这块熟了，我这没熟。这大叔新入行的，拉倒吧！你这小学同学不靠谱，我跟你说。太好了，那我给我妈买点。太好了。哎呀，哎，超哥啊，超哥，啥？二弟脚，哎，手雷呀，那叫啥？哎呀，哎呦，哎。谁干的？太坏了，你太坏了！揣内裤在哪呢？这是谁的？哇哦！咋揣？地下。你离我远点，大哥，你别往地下揣。拽一下这个绳，拽下了，我地下。你别往我这扔啊，大哥，我先说。
我吧。啊！一，哎呦，哎哎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呀妈呀！要不然先把车翻过来。不对不对，要不然猪上来我们也得翻。这边，庞上这么上去了，横着上。哎，来，猪爷。来，一二，来，这不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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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使不上劲儿啊！